因为逃税风波被消失了几个月的范冰冰，虽然慢慢开始复工，但工作量都明显大减啊。好彩范冰冰去年创立了个自家护肤品牌，现在就可以专心投入做生意啦。有面膜女王之称的范冰冰推出的产品都有一定的死忠支持者，她还跟上潮流和内地的网红合作直播卖面膜。见冰冰在直播入面滔滔不绝地介绍每款产品，真是不愧为面膜女王啊。直播了短短几分钟就已经卖出了11万件了，营业额价值成千万，真是秒秒钟几廿万上落的。没气魄又使乜惊，生命自会找到出路了。